我是应玲。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一个很特别的套组呢，哦，它其实呢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内在少女带出来，哈哈哈哈。所以今天呢，我的发型有没有比较少女一点啊？整个妆感、妆发，还有就是比较粉色的衣服哈。那今天大家会看到一个很熟悉的品牌，我们的 Garrison。OK， 那这个新的套组呢，就是会还是有你们最爱的这个 Garrison 马油修复霜，就是 Night Complex， 还是有两罐。哎，那个粉粉少女系的是什么来的嘞？哈，那我们要讲回这个故事了哈。就是这个 Garrison 呢，它就是一个韩国品牌嘛，对不对？那它来到马来西亚呢，其实它只有一个专用的、独家的、专属的、唯一的代理商，就是 Garrison Malaysia。那这个 Garrison Malaysia 呢，它本身呢就是除了把这个韩国的保养品带进来呢，它本身也非常有兴趣呢，开发对马来西亚的就是男女都好了哈，通常我们讲女生，但是男女都一样，对大家的这个皮肤呢有最好的保护作用的产品。哦，那大家都知道嘛，马来西亚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椰子，对不对？像海边啊，我们漂亮的沙滩上都有很多的椰子树。那我们的椰水啊，其实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 icon 了，对不对啊？大家讲马来西亚海岛风光，哎，就是有这个椰子，然后有这个水管、银管，哇，很 refreshing 的感觉，对不对？那其实椰子大家都知道，从外到内都很有用啊，从椰壳、椰水到那个椰肉哦，那其实还有呢，就是椰子油，应该大家也听过呢，这个 coconut oil。好，那我们油嘛，它当然是有初榨的，哦，初榨就是好像我们讲跑操间啦，初榨椰子油就是 virgin coconut oil， 就是 VCO。哈，所以今天呢，这套产品呢，其实我们就是昵称它为 VCO Virgin Coconut Oil， 就是初榨椰子油嘛。啊，那为了给大家呢，就是体验一下哦，我们就给大家这一套，你有这个马油的啊，还有这个椰子油的，你知道像 baby 啊。他换奶粉的时候啊，你就是不可以一次过换另外一个奶粉的吗？你其实有一个过渡哈，就是比如说你要从 A 换 B， 你可以 A 跟 B， 就是一餐一个之后才换哦。但是这个你也未必要换呐，只是呢想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呢，也是对我们养肤非常好的这一个成分，就是初榨椰子油啦。那当然这一套你买回去呢，你也可以两种一起用。那要怎么样用呢？等下再跟你讲哦。那现在先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初榨椰子油啦。好，那如果你有用这个马油，你就知道以油养肤呢，其实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肌肤呢，除了需要水分，也要油分。我们要油水平衡，肌肤才会健康，肤色才会好看，气色才会比较粉嫩。哦，所以的话呢，你就有了这个以油养肤的概念，对不对？现在呢，我们除了有这个来自德国的马油，哦，我们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椰子油，就是植物成分的这个油啦，而且它是初榨，就是说呢，它是最纯净的，哦，那一层的椰子油，初榨的椰子油。那椰子油本身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保湿效果，还有就是舒缓镇静的效果。什么叫舒缓镇静呢？那马来西亚很晒，对不对？那有些人的肌肤呢，它比较不抗晒，比较不吹淋淋啊。其实不吹淋淋就是怕晒，然后一晒就融嘛，对不对？淋淋是蜡烛。但是很多人的肌肤都是，如果你晒过度啊，看你自己的肌肤能够顶多久啦，看你防晒好不好啦。有些人晒一下就红，有些人就是可能晒了整天，当下没有事的哦，第二天再看，哎，就事情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就需要舒缓镇静，就是那个肌肤呢可能暴晒太多啊，还是它受到一些外来刺激，它会红啊，它会痒啊，它会脱水脱皮什么的，你需要舒缓镇静嘛。那这个初榨椰子油呢，它就舒缓镇静啊，非常的好，所以它能够保湿，它又能够舒缓镇静，是不是真的非常适合马来西亚的美眉啦，对不对？所以我们常说哈，你要吃得好呢，你要吃当地跟当季的食物，对不对？就对你最好的嘛。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养生的理念，你用在养肤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用马来西亚的椰子啊，
当季的话，我们就是一年四季都一季嘛，对不对？都会有椰子的，所以呢，你一年四季啊，就是一整年啦，都能够用这个椰子油来做一个保养的工作。OK， 然后这一个呢，我们这一套啊，这一套 VCO 的系列呢，它这个油它调的呢，它的这个油水啊，它本身产品里头的油水就比较均衡，然后它的质地比较轻盈，所以一样你不用怕说，哎呀会不会很油腻，哎呀会不会臭臭的油味，会不会有椰子味啊？没有啦，没有油味，没有椰子味，没有黏黏腻腻的感觉，它就是我跟你讲是什么感觉啊？真的是少女的感觉啊！你再想象一下少女是什么感觉。就我这样的感觉，哎，没有啦。OK， 其实就是呢，首先它粉色咯，少女的肌肤粉嫩的嘛，对不对？然后呢，它的香气比较微甜微甜的啊，充满诗意的少女情怀总是诗，有没有？对，所以呢，你用上去的感觉是很舒服的，好像回到年少女时代了哈。那它的整体设计呢，我们就是先带给大家这个 basic three step， 就是护肤基本三步骤。就是我们该就是不是刚才啦，我们这几集的聊天呢，我们都有讲过嘛，护肤三步骤，就是清洁、补充，还有一个保护。保护那个呢，其实就属于就是防晒化妆那一块了。那我们讲保养的话呢，主要是清洁跟补充。好，那清洁的话呢，我们就有这一个，它是泡泡清洁剂。所以呢，你洗脸的时候很过瘾的，好像跟你的脸做这个泡泡浴这样子 ，bubble， 就是 shower 这样子，以 bubble bath，OK、okay?。步骤一呢，就是清洁跟补充嘛。清洁我们就用这一个就是保湿洁面乳。那下来呢，就是补充这一块呢，补充这一块呢，我们有两个步骤，好，就是我们的保湿化妆水啊，不是哎，这个是 essence 哎。就是它是化妆水跟 serum 之间的质地，它比化妆水更浓郁一些，但是它比 serum 更轻盈一些，所以它就是直接可以当你的化妆水来用，也可以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 serum 的效果，之后就到我们的 cream 了，所以就是 basic three step 咯，cleanse， tone， and then 就是 moisture， OK， basic three step 你都有了。好，现在我们看质地啊。首先这个泡其实不用摇的啦，不用摇的，不用摇的，我觉得一个习惯。那你就打开来，你是按的哦，你按出来你看啊，哇，看到这个泡泡吗？哇 ，OK， 你当然是不用按这样多，但是我按给你看哦，哇，它好像什么，好像我们做甜品的时候啊，放的那些慕斯这样子，哇，你看那个 bubble 是不是很绵密、很细腻的啊？所以呢，你洗脸的时候是怎样嘞？你就你的脸呢，就是先放一些水打湿。哦，有些人就是一边冲凉一边洗脸也是可以冲湿的哦。你这就按出来，可以按一点点在你的手上，它是有弹性的，很可爱的。OK， 然后就可以敷在你的脸上了啊。你就轻轻的就是把它敷满你的脸。然后这种泡泡型的洁面乳呢，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呢它能够把你的毛孔里面的那肮脏东西啊，它就吸出来，就浮在那个泡泡上面。所以你一冲水啊，哇，它就跟这个泡泡带走你脸上的那些肮脏东西，包括你一天一整天的疲惫都被它带走。好，而且这个按压的很，我很喜欢按压的啦，因为我觉得比较卫生，就是按出来。OK， 这个就是你的脸上的泡泡浴，就是你的清洁的步骤。OK， 好，卡一声就关机了。之后就到我们的 essence 啦，这个就是我们的 essence， 这两支都是130ml 的啦。OK， 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的 essence 啊，看质地，直接这样子倒，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感受它是有多浓郁。OK， 看到吗？啊，它流的比较慢哈，就是它不是那种 watery 的 toner， 它是 essence。OK， essence 就是介于我们的 toner 跟 serum 之间的那一个质地哦，那一个 texture。OK， 就是我们所说的啦，如果 toner 是白开水， essence 就是薏米水这样子啦。一点，然后它除了补水它还可以补充营养。 okay, 所以这些里面它都是有 VCO 成分的，都是有我们的 virgin coconut oil， 我们的初榨椰子油的成分，保湿很好，镇静非常好。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 essence 第三个 set 了啊。它这个很滑的，我跟你讲很过瘾，而且它这三个香气呢都是少女系的，淡淡的甜香味，
OK， 有这个盖子的 IRO， 可以拿走。可以看质地啊，也是它接近高光，讲很滑的，很舒服的。你涂上去你的脸的时候，你会感觉啊 ，OK， 好，看一下啊，直接涂，很香，我很喜欢这个味道，很香很香。OK， 涂，看到吗？很好涂的，好，然后它很好吸收的。滑滑溜溜，你涂上去呢，哎呀，你整张脸呢就是会有那个少女的粉嫩肤色就出来了。哇，白白滑滑嫩嫩，有没有？刚才我是涂到这里去的那个 essence， 看，哇，是不是？左左看这里是不是亮亮的哈？哇，不止少女肤色出来了，少女弹性也出来。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初榨椰子油的这个系列哈，这个包裹。所以呢，你就是买这一套哈，哎，我还没讲价钱哦，这一套179令吉，哇，179令吉，五样单品，有两样呢是韩国原装进口，还有三样呢是这里哈，我们从就是设计呀、啊、到取材啊到那个配方啊制作什么都是马来西亚本土的。用的就是初榨的椰子油，最好的椰子油就是马来西亚的初榨椰子油。OK， 万度去清洁补充补充。OK， cleanse tone and moisturize， 很好，这就一整套。OK， 好，这一整套呢，我可以把它称之为清爽组。虽然它也是以油养肤，它有初榨椰子油，但是呢，它是属于比较清爽的配方。以油养肤的话呢，早上呢你一整套用。OK， 你就做好了清洁跟补充。那保护的成分你就要上防晒那些。好，那如果是晚上呢，晚上的话呢这两个还是可以用。好，当然你有化妆你要先卸妆哦，之后就这个清洁之后呢就拍上这一个 Essence， 我们的保湿精华液。拍上这个之后呢，晚上呢建议大家还是用这一个呢我们的 Garrison Night Complex Cream， 就是我们的马油修复霜。因为呢它的质地呢比这个呢更厚一些，那你晚上厚涂一整晚睡觉，尤其是你睡 aircon room， 它可以帮你呢就是把水分锁在你的肌肤里面。那不然的话你睡冷气房的话呢，你一起身呢你肌肤会很干。有些朋友呢睡醒的时候看到肌肤呢就是看到皱纹比那个细纹比昨天更多了，为什么？太干了，它没有水分，它的细纹就出来了。所以这种就是如果有这种状况呢，晚上你就厚涂这个来睡觉，睡醒呢你就会看到你脸呢这么多那个纹哈，然后这么的干哦，而且的话呢它就是有这个修复你肌肤的这个效果嘛。所以你早上如果肌肤受了一些伤害啊，你可能晒得多还是你压力很大啊，没有关系，你晚上厚涂这个去睡觉，它帮你修复，第二天你就看到你的肌肤呢就是没有这么糟糕啦，好，没有这么糟糕。所以呢这一整套呢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护肤的套组来的，它算是很齐全，它算是就是你的这一个基本需要护肤的都有了你清洁你保湿，然后这个你是当日霜，这个你是当晚霜来用，可以当日霜当晚霜来用，是它非常好的做到这个以油养肤的效果。用这个初榨椰子油跟这个德国制的这个马油用来养好你的肌肤。养得好的肌肤是怎么样的呢？你的肌肤本身就有自愈的能力，自己痊愈就好像我们的抵抗力这样，肌肤也是要抵抗力的。因为我们肌肤有这个保护层，但是很多人的肌肤保护层呢都比较弱为什么？很多都是用错产品的啦。好，像可能你会觉得你的皮肤以前没有这么敏感，产品比较容易挑，但是现在呢就很容易敏感哦。一用错产品它就发红啊什么的，很多问题啊那些就是你皮肤的那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它失效了，所以就要更好的找产品。那这个呢无论是这个 Beauty Me， 我有讲到这个叫 Beauty Me 吗？OK， 这个呢是整个它是 Garrison 的这一个马来西亚的唯一进口商或者唯一这个配货商他自己的团队研发出来的他们在美容界很多年来有这个专业的团队研发出来的这一个呢就叫 Beauty Me，
他们就同一个老板，其实就是 Garrison Malaysia 跟这个 Beauty Me， 所以他们可以做这一个套组。这个套组做出来呢，就是以油养肤，最重要的就是除了油水平衡，它能够帮我们肌肤的抵抗力做好，因为它能够修复我们的这个保护层，肌肤的保护层。你保护层好，你就没有这么容易过敏，你就不会说很多产品不能用，放错面膜啊就出事了，就比较少这种情况。还有的话，你肌肤比较好锁水，捉水能力比较强，你不会说早上就是你明明就做好了这个保湿的工作，哦，还没有到下午，你就开始哇，我看到细纹就出来了，它又变干了，因为你肌肤收不到水，锁不到水，好，所以的话呢，长期用这种呢，有出在椰子油啊，有这个德国马油啊，的成分的产品呢，它会帮你的肌肤呢做好它的修复工作，那你肌肤的本身的那个保护层呢，它会得到一个修复，它就不会这么变弱，所以它锁水能力就好。你肌肤一旦收得住水分，你整个气色就会不同，因为你不会一直看到干干啊，很暗淡啊，很累这样子。因为你肌肤健康，它水分足够，你看起来呢就会整个人比较容光焕发，有足够的水分呢，你的弹性也会比较好，而且呢水分足够的话呢，斑不会这么容易浮上来。那很多时候，尤其是如果你去医美啊，他帮你照的话，其实你会看到呢，每个人都有斑的，只不过它在底下，它还没有浮上来。那它浮上来呢，你其实可以抑制它不要浮上来，或者至少不要那么快浮上来，或者不要浮那么多上来。它在下面呢等着浮上来的，如果你没有抑制它呢，它就浮上来呢，一下子呢可能就有很多很深，然后看到你整个脸感觉是有点不干净，因为就是那颜色不一样嘛，像一打一打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有做好这个保养工作呢，它就不会浮上来，就算已经浮上来的，你可以让它淡化，可以让它淡化。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呢，这一种呢，我们有好的油啊，像我们吃，我们要吃好的油，对不对？煮菜啊，你吃啊，你要吃好的油。那你给你的脸上补水，补水就是要用油的，不然的话你就是每天喷矿泉水就可以了，对不对？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你要用 cream？ 为什么你要用 essence？ 就是因为呢，你需要用一些油分来补你的这一个脸。所以呢，有些那个保养品呢，虽然他没有跟你讲是什么油什么油，他跟你讲各种各样不同的那个成分，但是他肯定有油的成分啊，你的这个肌肤才会油水平衡。所以这个直接跟你讲呢，我的油的成分就是德国马油。这个我的油的成分呢，就是初榨椰子油，就是以油养肤，用油来养你的肌肤，用好的油。这样讲到初榨椰子油呢，其实呢，我们过去几年它突然间很火，对不对？就是那个初榨椰子油呢，不是拿来煮菜哦，那个初榨椰子油是拿来喝的，调理身体，有些人用来减肥。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初榨椰子油就很红了。但是其实初榨椰子油呢，它就是还有这个很好的护肤成分，因为它是补水效果很强，镇静效果很好。所以呢，这一个呢，我们的这个 Beauty Me 呢，就把它做成了这一整套的这个基础三步护肤品啊，基础三步就是 Cleanse, Tone and Moisture， 清洁、保湿、锁水，清洁、保湿、锁水。也可以讲是懒人护肤法啦，就用这三个。OK， 晚上你就用这个，早上啊 one two three， 晚上 one two three。OK， 早上 one two three， 晚上 one two three。为什么晚上要用这一个？因为这个呢，它比较浓郁哦。你晚上呢，你睡整晚哦，在这个冷气房哦，你需要这个很好的保湿，你的脸呢才会这么干。那白天的话呢，为什么我们要用轻盈一点？因为白天的话呢，你还要上一层防晒，对不对？很多人防晒它也有那个就是补水的效果。那你还要上一些化妆品，有些人是上素颜霜，有些人上 BB cream 啊、CC cream 啊、BB cushion 啊，还有什么粉底液啊、什么 cushion foundation 啊，这些它都有保湿成分的，所以你上轻盈一点的，肌肤负担没有这么重。对不对？好，但是晚上的话呢，你就没有化妆了的嘛，睡觉没有化妆，对不对？你就是靠它来保湿，而且你整晚就是你不开 aircon， 你都开风扇，对不对？它就会抽走你的水分，所以你就是要补
补好好，补够够，补好补满你的肌肤的水分，还要锁住它，那你就不会早上起来的时候感冒，你有没有发现，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一整套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哈。那你拿到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美的，我觉得是个礼盒来的哦，橙色的啊，很美，对不对？然后你打开呢，哇，里面整整齐齐排满了，就是有我们的 Beauty 里初榨椰子油三步基础保养步骤的三件事保养品，再加上我们两罐的这一个马油修复霜，从韩国原装进口，179令吉，五样哦，五样的话，哇，就是30多块罢了，我平均每一个单品，所以是很超值，很超值。现在就是我们就是推介价，因为要推介给我们广大的马来西亚的就是男生女生，所以呢爱护自己肌肤的朋友，这一整套我们有初榨椰子油跟德国马油这一个养肤成分的保养品，大家把这个保养的工作做好，那肌肤就可以很健康很漂亮，气色可以很好，所以呢推荐价179令吉啊，介绍给大家。那要送礼的话也很好看，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礼盒的设计，好，可以送给你的朋友。OK， 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要下单要买到原装正品，原装的这个 Garrison 的正品跟这个Beauty Me 的正品，原装正品一定要认明，哈哈，我们的这一个正式的官方购买频道。那在 Shopee 的话呢，就是要去搜 Garrison。Official Store Garrison Official Store 啊，你可以收到这一套，就是我们有 Garrison 有 Beauty Me 的。好，那就是买到正品的话呢，才能够好好的养好自己的肌肤，所以不要随便下单哦，一定要去到 Garrison Official Store。